我们现在呢，因为原本的营地已满，所以要另找另外一个地方。女子野营到底能不能顺利呢？已经有一位晕车到爆的女子，绝对不是我的开车技术很烂，是因为路真的太弯了。我也好晕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轩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很户外的地方，要来一个女子野营。那因为我之前呢有一支台东长滨龙的影片，里面就有讲到说，因为在2021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会觉得我今年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的目标跟突破的感觉。所以我在那时候呢就替自己下定了几个目标，其中一个呢就是希望我要在露营的时候呢不要再当个小废人了。因为过去露营的时候身边都太多厉害的人了，就会煮饭会煮饭啊，然后会搭帐篷搭帐篷，然后我就只需要在旁边就是哦小费就好。所以这支影片呢就是可以介绍给一些想要接触露营的新手，你要该怎么样从零完全不会露营，慢慢的就是变成一个露营达人。我不知道我之后会不会变成露营达人啊，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一系列的露营影片呢来帮我检视我自己。对，那今天我给自己一个小目标，就是呢我等一下呢就会搭自己的帐篷，然后现在已经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在布置公共区域了，那我们就去看一下今天来参与这个女子露营的成员有谁吧。好的，现在已经有看到我们的公共区域已经搭好了，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是我们的客厅。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在下一次的目标，这次先不要，这次有点难。今天的成员有双 C。 嗨， Hello， 我觉得你的观众应该对我们不陌生。又是他们，怎么又是他们？他们这次也有拍一个女子露营的影片，大家可以去他们频道拍。谢谢。还有文泉，文泉小精灵，以及我们说走就走系列的帐篷老师丹丹。帐篷老师担当凡凡，我还要玩下来，因为你刚刚的那个镜头都不知道我的。对，我们的煮饭担当，开车担当，煮饭担当。我今天开到快要生气。我跟你说，他绝对是车神，他是我梦想变车神，然后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偶像。好的，偶像。好，我们还有一个频道新成员，我频道第一次出现的凯西。对，以后可以多多来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现在就要来搭帐篷了，就开始来搭帐篷了。其实之前去爬山的时候是有搭过啦，但是都是大家一起帮忙完成一个帐篷，是还没有自己一个人搭过。应该是无法自己一个人完成吧？真的吗？对啊。那我现在自己无法完成。这应该是要同心协力的完成它。OK OK， 我们要叫帐篷老师出场了。帐篷老师，帐篷老师，求救求救！然后这边放旁边，放那边。这个看起来也是外帐，这个是你要去找它的拉链门在那边，对，所以会是这个样子，有可能会反，因为我对，然后等它拉扣子。这个扣，然后就扣，然后这边，对，然后我去扣那边的，好，加油啊！其实搭帐篷蛮容易的，就是要先找到门。你看这个老师的表情，老师的表情，搭帐篷，中线找不到也蛮难的，门找不到也蛮难的，门在哪组我也是分不太清楚，现在要先学会找到门。好，第二课就是呢，我要帮帐篷老师搭好帐篷，好，就是他表演的时候。确保你真的学会了，因为这次林轩来露营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会怎么搭帐篷。没错，我刚刚已经成功，有一点小成功搭了那个。所以现在是你的习作时间。没错，实作。踩歪掉。我是要往里面这样扎进去的。你看它就被撑出来。哦，它就会变成这样子。我今天拉。
干嘛呢？这个吗？应该是哦。好，就是呢，老师说要把这个升起来，要往从外面这样斜进去，插进去，有点斜的，对对对对，插进去，对。完成了一个，你干了什么好事？等一下，你有拍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请问一下，会有人把鸡蛋放在这个里面吗？跟柚子酒一起放进去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就想说，你知道我那时候说什么吗？我就想说、就是，哎、欸，酒会不会撞到？会不会破掉？然后就放里面。然后我想说，好好，那就蛋一起放进去。好的，我要忏悔。对不起，我把蛋放到那个袋子里，害大家没有蛋可以吃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就是露营的不是一个非常简单，你到一个地方就可以坐在那边废废的事情，因为有太多细节要顾了，无论是路线啊、地点啊，然后帐篷怎么搭啊，然后外帐怎么搭啊，然后跟下雨了怎么办啊，包括连蛋都要顾得好好的，很多小细节啦。他们家连酱油跟醋都没有，我傻眼。你知道吗？我宿舍里面都会有。你讲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家好像也没有。你爸妈不是跟你一起住没有吗？因为我们家住还是很吃外食啊。好吧，对不起，跟你们在不同的世界，所以我们才要去陈辉姐家学煮菜。不然我跟林轩，如果家里就是有家里在煮饭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肯定是厨超厉害，我们肯定吊打陈慧姐，吊打陈慧姐。但是我怕在我们家在那里。我们今天吃的是蒸拌面，哎，它这个好酷，我可以拍一下。哇，太专业了吧！专业到没让我选择障碍，选不出来。Cynthia 今天要做什么给我们吃？本来要做那个。黑松露野菇温沙拉，结果买到黑松露酱，所以现在变成小时蔬。小时蔬，我来看一下小时蔬，小时蔬加野菇，期待、欸。这很重要，好不好？不然我们都大鱼大肉，没有。那请问凡凡，你今天在这边干嘛？我今天负责是当做你们的清洁以及卫生鼓掌，我要来帮助大家，记得用做回收，记得要丢垃圾，桌子要清空，这样我们才会有东西可以卖。耶、没错，现在呢，陈慧姐为大家烤了香肠。我这次就是煮饭担当啦，没错，煮饭担当，没错。录音就是大家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喝，一直聊天。我是月下老人担当，对，月下今天凯西就负责来开导我们。月下老人部分，感情的部分，没错。如果想要看更详细的，可以去他们频道看。这一段可能就只会放一分钟。昨天啊，我们在我们的公共区那边喝酒聊天，聊了两点多吧，两三点，然后就是一群女生聚在一起，就会一直聊天。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到全醒的状态，我。第一次好像是第一次在这种比较中低海拔的地方露营，然后我以为早上起来会很热，但是其实现在天气是整个很舒服很凉快的。早安，今天的早餐呢是凡凡来做，做什么哇可颂耶、欸、对啊，你看我做的很漂亮吗？哇哇哇，我变色龙。凡凡这次呢跟我一样也是要在露营当中学习成长，他这次的成长就是帮大家做早餐。耶、yeah, 我的早餐当然一定没有比自己做的。我们来吃凡凡做的早餐。我们把我们的女子休日明信片来啊，拿来森林里面拍照。
大家要好好支持我们的女子休日款，摊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然后这些明信片啊，真的全部都是我们亲自在旅行的时候亲自拍照，然后想当下我们的那种感受，然后手写上去的。毕竟要我们自己去旅行，所以我们出的速度比较慢一点，像目前就是金门款啊或马祖款为主。好啦，在我们离开这边之前呢，我们就先来这边西边拍照。对，这边的地点真的蛮好的。我们现在要准备收帐篷了。好，就是你一定要把可以出风的地方放在同一个地方。你要先直着全部折，然后这是它的顶嘛。你先对折以后，然后直着全部折，然后你这样子转，它空气要出去，不然你就会折得很大一块。内脏的话呢，因为第一个是你的所有拉链都要拉起来，不然的话你在折的时候那些脏东西就拿出去。所以你在拿起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先把拉链打开，把脏东西都先撒出来，然后再把它拉起来。内脏因为这个是干净的地方，你们睡觉的地方，所以要让它在里面。所以就是找四个角。那有一些内脏它不是像这种是长方形的，你就是找就是大概。没错。然后这时候就要缝。然后它就对折嘛，然后看你的袋子长什么样，蛮长的话可能就会。这时候有没有发现这边的长度就跟那个帐篷是很像？对，所以你就可以开始。通常我会，我不会就是在折，因为在折你会发现那空气。对。所以就如同刚刚就把它卷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这样，然后卷，然后这时候你就把它收进去。然后有时候像这种就是比较蓬起来，这就是往里面塞，就往里面塞。我们揭晓塞不塞进去的时刻到了，可以啦！哇！没办法，你看你这样塞进去的时候，它这个就会翘起来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分三份的话，的缺点就是会可能会有一个东西跑出来的。收完了，谢谢帐篷老师。然后就我自己的帐篷怎么样？然后把它最后包装包起来了。为什么我觉得它比我刚拿到的时候更大了？没关系啊，能完成就好了，下次会进步。我也相信。好啦，现在大家就开始在收拾了。然后这次女子两天一夜的露营就这边在这里成功的结束了。我这次呢成功的搭到帐篷了。我下一次的目标，我要挑战后面的天幕。听他们说天幕蛮难搭的，因为不同的形状、不同的天幕会有不同的绑法，然后你还要看旁边有什么树可以绑什么的，就是需要一点经验的人。那我们就在期待之后的帐篷老师了。好，今天影片到这边。那如果想要看更多旅游影片的话呢，记得订阅我频道的小铃铛，然后也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哦。那影片下次见，拜拜。